Hello everyone, I'm Bri Wong. 这是我第一个只在相关影片锦缎分家速成教学。先确定要切的区块，把根挑好，用手指感受要切断的地方，才不会剪不断理还乱。OK， 然后现在把土弄松，然后你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根都是干净完整的。动作要保持轻柔。来把自己习惯用的园艺剪刀或自己任何喜欢用的刀把它切断，轻柔的拿出，搬到他的新家。因为他是地生蔓，所以入盆不会放正中间，会放比较靠边，因为他的根是这样往外长的。我看今天下雨状况 OK， 所以切完就把它入新盆了。切面部位垫块木头，把它与土隔开，让它稍稍有些透气透风就可以咯。接下来是入盆完浇水的方式，水由外往内浇，根会有向水性，所以你水要往外，根才会往外长。还有更多，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啾咪。